Hello， 肥永，请问呢度系边度咧？上海。咁我哋而家系去慶和站。你想讲夹公仔问好？呢边啫喎。其實我都係製造咗佢人嘅一個，我係其中一個人嚟到依度。依個位。OK。快啲啦！我要去廁所啊！我頭先食完一口，食完一句我會肚餓，原來肚餓咯，為咗咩？揾錢。